两人八十，三人一百一，四人以上三十五一人。半鸡半耳片，烟熏肉，等下还有个烟臭肉，这个是回锅肉，这是木耳肉片，这是好香肥胡豆，这是花菜炒肉，好，这是木鱼烧鸭，豆花儿，酥肉，二季豆，这个是白菜，雪耳汤，鲜蟹，这鸡烧土豆，鸡烧土豆。这是两个人的分量，两个人分量这么多啊？对，他马上切点工资来，还有个工资哈。一个人吃就是属于根据到你今天吃的菜品，然后来适当的收费。如果是两个人，我们就收80，三个人110，杀了四个人就人均35折算。哦，假如我今天一个人来也是40，一个不一定。比方说像你只点了两样菜，那我们就属于不要扣开人家一个人的，就属于按照收费。啊，就根据你吃的东西。如果是自助就好个菜。自助完全全部上菜的话，全部上齐的话，就是两个人我们都还是10-30个菜。10-30个菜。对对对，这没浪费，我们是添菜不添钱。兄弟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肖哥哥，今天我在四川成都新津的新义镇，来吃一家听说是品质非常好的自助快餐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现在才11点多，还没到12点。这个现在是配的豆花，现在用八宝口袋滤了过后，现在就成了豆浆了。今天到我们就会点好了就炸，用烧鸡炸好了哈，炸花成小等小等的炸就上桌。大家我们自己做腌肉。给你腊肉吗？腌腊肉。哎呦，干嘛？哦，这是五花肉啊，猪头肉，五花二刀，精品二刀，精品五花，猪头肉我们都选的是最巴适的那种，肥瘦合适的，好不？先炸卖点这个。这个现卖钱是现卖钱是只供客人吃，来的客人吃。如果天气凉的时候呢，有些客人些实在想分的呢，还是可以。哦，这个不在自助餐里面哈。哦，不，天天自助餐有，也许的这是那些最喜欢的。哎呀，这个可以。嗯。这就是他们自己秋好的烟熏好的这个腊肉，但是今天中午准备的食材。现在炒的是个韭菜回锅肉。你看这个必须要来一份，太爽了。这是凉拌鸡。折耳根拌猪耳朵，哎呀，可以，看着好有食欲啊、哦！魔芋烧这个鸭子，这个魔芋吃得到魔芋味道，只给魔芋吗？只给魔芋。猪肉汤，哎呀，看着好爽，真的。这是鸡烧土豆。正常情况下是35一克，只有两位和三位有区别。三位110，两个就是80。你们这就是不需要点菜。不需要点菜，你来了过后只报人数，我们就根据你的人多少，然后来配菜。不需要点菜，只管做好就行了。这请坐，然后我们你说报了几个人，我就把几个人菜给你们上上来。只管做好。对，只要你不来报，我有两个，我就你备那个这菜出来就是。菜上去了过后，你觉得哪样喜欢不够吃？这没浪费，可以喊我声，我明天去。菜来了。菜来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还有酒呢。我把这些给你拿来喝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腊肉看着好爽。对，可以。我现在是做的是外面，它这个场地很大的，里面还可以做。我觉得在外面吃饭太有感觉了，这边。折耳根拌这个猪耳朵。就是酥肉，我刚拍的时候我就看它这个酥肉啊，好有感觉，好想吃啊这个。可以，这腊肉晶莹剔透啊，看到有没有？这是韭菜回锅肉。他们家这里所有的菜都是自己种的，这是原生的东西，没打农药。他说的
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农家乐，这边可以钓鱼、打麻将，这地方真不错。这边，它这边钓鱼是鱼竿自备的啊，自备，然后钓上来鱼就是16块还是15块钱一斤。它里面都是什么草鱼、鲤鱼这些。最后强烈推荐这个辣子，哇，真是吃的好香啊！这个满口流油，你看切的好薄，真的太香了。这个你们来的话一定要尝这个，哇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开30多年了，从89年开始，从有一家人慢慢在一起了，口口相传嘛。啊。就说实在，从今天，现在已经是3代人了。3代人了。对，3代人了嘛。从父亲和我们一起住嘛，从89年，然后到现在我们儿子现在大学毕业回来，他也有人进来。哦，就是嫌儿子帮忙一起住。哦，对对，一起帮着住嘛，啊、因为我们毕竟一天天老了。你这还是主要是靠回头客哈，回头客多不多？就是说。从一个人，比方说看人来了过，他觉得满意，他又可以推荐他的朋友。啊、年前在我们旁边的他们战友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，他等几天他就来几桌人，他又觉得喜欢，马上就乖乖的要了名片了，就这不看人。其实我觉得哈，来你们这儿吃饭，主要是哎呀环境好，如果是空气好。我们现在地处于在1700亩有机农场中心点。台湾人来了过后，他们做了农场就把我们包围了，整个村全部包完了。一个台湾人搞来这儿来搞的农民创业园，就是全部是真正的是人工除草，不打农药。我们呢很少再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父亲就是在某种方面是要求得很严的，比方说鸡鸭再忙你还要杀选的，是吧？也是自己做，菜蔬呢大部分蔬菜是自己种，但是偶尔不够的时候就买下邻居的，买街上的，就说买点块贴土的。菜呢是也配色配的，然后煮。像这两天就大量的下冬瓜、南瓜的一种，这些已经摘好了，你下种了，就已经摘好了。